的东西，不可以。它是一个免费的展览，所以大家有空可以来看。来，走走，从1月19号到3月8号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。在这个远雄博物馆，这个远雄博物馆是，反正我们是因为来家乐福的试车店。啊，走吧。蓝波老师哎。我们进去吧，他说不能够录影。好，那我们关掉了。Ha ha!